这个量他们可能全公司的人都要来修空气墙吧。大家好，黑翼神话悟空发售这么久了，我发现网上还是有很多玩家在讨论空气墙的问题。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其中很多人还在为空气墙进行辩解，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空气墙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缺点，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这里讨论的空气墙是什么，肯定指的不是那种在悬崖边上防止你掉落的空气墙，也不是在 BOSS 战里面防止你脱战的空气墙，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游戏机制，它只要给予适当的修饰即可。比如你看天命人在一些边缘会有一个垫脚晃悠的动作，这就是在为空气墙打圆场，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这里说的空气墙主要是指那种看起来可以走，实际上却走不过去的地方，大量存在于游戏的各个场景中，它的视觉和实际效果是不匹配的，就非常的影响游戏的代入感，有的时候还会给出错误的视觉提示，导致我们迷路。让我惊讶的是一些玩家对这个问题的辩解，有的玩家说地图本身就很有限，不搞个空气墙把你限制在里面，难道让你跑到地图外面去啊？亲，你要把玩家角色限制在场景内，那是需要美术配合的，你得放个障碍物，弄个挡路的 NPC 在那儿。所以说这种说法就很离谱，好吧。还有的玩家说为了视觉效果不得不用空气墙，这个是我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我大致理解他们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强行的用一些障碍物把场景的各个漏洞全都堵起来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很闭塞的观感，影响了美术效果。但这和空气墙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你看第三张召见湖这张图，这个湖面被群山环绕，悬崖峭壁本身就是天然的边缘障碍物，它是完全用不上空气墙的。作为一个舔图玩家，我特意绕湖跑了一圈，结果看到了很多像这种被空气墙锁死的出口，这些空气墙有意义吗？就算把这个地方用低矮的石块封起来，或者把不远处的峭壁拉近一点，也不会影响到那种敞亮宽广的视觉效果，因为这个湖面已经足够的大了。实际上在我们打抗金龙的战斗中根本就注意不到这种边缘的小细节，就是说追求视觉效果并不是使用空气墙的理由。那还有一些玩家他很克制，他就说空气墙没什么问题，只是黑悟空设计的不太好。他这个意思吧很笼统，貌似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他仿佛是在暗示这样的空气墙也是出于设计的目的而存在的。而我想说的是，这个游戏中大量的空气墙那就是游戏开发赶工的产物，真的没什么太多好分析的。你看游戏中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明显有路不能走的空气墙，其实还有一类是更常见的，在很多场景的边缘空气墙没有和边缘障碍物贴合，还隔着很大的一段距离，你就不能前进了。虽然说它并不是太影响主体游戏，但它给人一种很粗糙的观感。哎，粗糙就对了，这就是这个游戏这么多空气墙的实质啊，大概就相当于游客把一个尚处于测试版的地图直接端上来上菜了，它只是很粗略的用空气墙把玩家角色框在了场景里面，保证它不会掉出去，不出 bug， 基本上呢达到了一个可玩的状态。好，它的任务完成了，直接撒手不管。在大型游戏的开发里面，你以为那些场景一做出来就贴到严丝合缝吗？不可能啊，它后续还要有一系列的修复的流程，美术和程序关卡设计这些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沟通修改。我们当然不知道黑悟空开发的时候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但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把这一步给省掉了，空气墙那就是赶工的痕迹。我之前看新闻就是说游客承诺修复空气墙的问题，但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修完的，我觉得要是真的修复起来，这个量他们可能全公司的人都要来修空气墙吧。我是觉得如今木已成舟，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的精力，慢慢来就好，或者以后干脆出个终极年度收藏版，一次性的修复也行。我倒是希望他们专注到 DLC 的开发里面去，